各位观众，早我是光之控，你的 Minecraft 果然伺服器实况。今天要玩的是 Hyperion 小游戏伺服器。对，我们的 Murder Mystery 还没有介绍完，就是谋杀之谜，它有一个三种模式，所以从阿萨奇到现在，对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 Classic，Classic 就是经典模式，它分为无辜者、侦探跟 Murder 就是杀手。那么这三个就是。无辜者就是你要收集10个黄金，他会给你一把弓跟一支箭矢，然后侦探会直接给你一把弓跟无限箭矢，然后杀手会给你一把钻剑，然后你就想办法杀掉所有人。反正你看到谁杀，直接在全屏上面打说谁 is fucking murder，OK？、Okay? 我觉得经典模式会比较简单一点，可是他真的游戏时间太快，因为不会早就很容易死。好，今天我现在侦探，find and kill the murder。对，蓝色是侦探，白色是无辜者，红色是杀手。然后你在10秒会给你 weapon。啊，找到。敢杀你杀你杀杀错人就会死掉。我一直很想试一下这个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侦探杀错人会直接死掉，要不会，是想要试一下，就看到他做坏事，我真的很想射他。那我每次觉得我应该玩久一点，大家会比较看。我觉得大家顶多看一场就不看了吧，大概。我觉得观众群就是，哦，居然是这样子玩的，哦，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啊，我现在是孤者，孤者原来绿色，我也是白色，有时候是白色。我们现在收集10个黄金换一支箭矢，然后去杀掉 murder。我一看拿钻剑到处乱跑就是 murder。我的，然后在 ship 上面会有这个，感觉有个 DJ，我要走了。我讲脏话，我在矿界常讲脏话，我觉得还好，我也不是乖小孩。Hotdog 是那个，Hotdog 是 murder，应该听得懂吧？绕死掉了。GG，还死掉，他手好长哦，这把手很砍死欸，我要换一局了。你看他手超长，他直接把所有人砍死。好，这边就是我刚刚死掉的地方，我想当 murder，但我现在没当过一次。无辜者，我要去乖乖的收集黄金。炮库，Go 炮库，fuck，我想当 murder 啦，不管啦，我要杀 murder 几率6%，然后哎干，侦探是1%，我刚刚好几场是侦探了，大概有四五，不，还是无辜，这张图无辜的比较好当。
等黄金，我觉得在这张图刷钱是很快，因为它每生存30秒会给你那个10 coins 的算钱币吧，还是点数？觉得 coin 算钱，那点数也通，游戏币。我讲 money 也可以啊，我觉得 money 也通啊。他讲 coin 就是到底是钱币吧，还是金币？钱 money 其实也通。没有杀人呢、欸，对，到现在还没有人被杀，就代表鬼不会玩啊。哦，要小心哦，我要进室内，他打雷了，他打雷会有机会。Light Shark。我被闪电打死，我被闪电打死。他有时候会这样子，要跑在室内。他有时候会有随机事件，像在城镇时候会有那个爆炸，对，空袭。然后在这边我不知道，两场了。Murder 真的太难当了。我不知道撞死会不会有成就啊？欸，不会，撞他不会有伤害。摆好，Swing Go 一只马。反正就这种，对，风滚草，Go 风滚草。叫他打掉风滚草了，嘿嘿嘿嘿嘿。等下，他不会停下来，他有人撞东西才停下。啊、哦！不要买一只马，就不会死掉了。钱，我的，耶、yeah！应该还有一个在附近，有，我去买马。人死人死了，赶紧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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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就没杀死人了，耶、yeah！快走，快走！那就没有人会死掉了。啊！哦，白痴！我很怕他直接，他也跟着骑马把我们扔开。加速喽！
哦，真的，我想知道时间到底怎么样。拜拜。Hello，好的，好白痴。然后那个会爆，他那个仙人掌会爆掉，然后就会有空影，好爽啊！真的好烂哦，呀，超烂的。在最后一场就结束了。经典模式还不错玩，可是我觉得阿萨西比较刺激。因为经典模式的话，不会玩就是像白痴一样什么都不会做，真的。我像这种是 murder，拜托，这样是真的。然后这场我不用拿弓，我就不要去那么麻烦去搞一把，我会直接拿一把弓出来，然后把我们打爆。好了，没有当 murder 了，没关系啊，下次再说吧。咦，刚结束了，好，就这样了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回再见喽，拜拜。